就快到了啦，就在前面啦，走。好大的蜘蛛网！嗯，真的耶，上面有蜘蛛、蝙蝠、南瓜，还有……小朋友准备好要过万圣节了吗？今天悠悠玩创意要来做一个有趣的万圣节玩具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吧。要准备的材料有呼啦圈、魔鬼毡、布织布、保利龙球、糖果袜、毛根。悠悠玩创意，自己动手最 easy。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菲菲你好。我觉得你今天有特别的造型哦。嗯，我知道你今天是不是橘子啊？不是，不是啊。那你是什么？南瓜。南瓜。哎，说到南瓜，你想到什么节日啊？万圣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万圣节，要来做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个适合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在家里面玩的万圣节玩具哦。那首先呢，要用到的东西就是噔噔，方向盘。是方向盘吗？我开车。菲菲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这个是什么？呼啦圈。我们一般外面买到的那个呼啦圈呢，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花纹，那我们就可以买这个，噔噔，黑色的这个胶带，好，就把这个呼啦圈外围用胶带把它缠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一个黑色的呼啦圈，这样看起来很有没有万圣节的气氛？有没有？有耶。但是你的呼啦圈上面为什么要用这个刺刺的魔鬼毡啊？这个魔鬼毡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蜘蛛网要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剪一小段，剪一小段的这个魔鬼毡，然后呢，刺刺的地方我们要剪的是刺刺的那一面。那我现在呢，把它粘起来，好。嗯，有了。好，一二三，粘住。好，你刚刚这个是刺刺面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这次我们要用的是跟它相反的毛毛面，不会刺，对不对？很舒服，对，不会刺刺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剪出四条魔鬼毡喽，来量一下长度。好，我来帮你。好，剪一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就这么长了，所以你们要剪四条一模一样长的哦。嗯，接下来交给菲菲跟柳丁哥哥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要怎么粘呢？你们当然要相反面，它才会固定在一起。所以毛毛面要朝着刺刺面，然后把它揪。对，好，这边把它卷下去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，第一条完成。合作愉快，再来再来再来，第二条。好，菲菲要弄紧哦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做的蜘蛛网最主要的结构喽。好了，完成了长长的蜘蛛网了。我跟你说，蜘蛛网除了长长的之外，它中间都还会有短短的蜘蛛网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就要准备长短不一的魔鬼毡。那我们要怎么样贴呢？菲菲很厉害，你的这个最短的就是要在最内圈，没错。我们一起来贴吧。然后呢，因为在贴的时候现在是毛毛的面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我们刺刺的面就要往下。对，这样是不是就会粘住？耶，完成了，对吗？感觉有点寂寞哎，我觉得这个蜘蛛网上面好像少了什么耶。菲菲，蜘蛛，蜘蛛本人，所以我们要做蜘蛛哦。是不是这个？哎呦，哪里来的大蜘蛛啊？就是这个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嘟嘟的蜘蛛，哎，感觉好像是一只很喜欢吃东西的蜘蛛。对，还有动动眼睛，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完成它了。首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哈哈，这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就可以去买这种保利龙球，然后我们买一颗之后呢，就可以把保利龙球把它裁成一半，像这样，咚咚，就会变成是蜘蛛的身体喽。再来就是噔噔噔噔，哈哈哈，爸爸的袜子，这个呢就是蜘蛛身体的颜色喽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刚刚裁好的保利龙球，然后呢放进这个袜子里面哦。好，我们要把它塞到袜子里面去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。好，成功塞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热熔枪把多余的部分粘起来，粘起来，好呀。OK， 粘好了，这个呢就是蜘蛛的身体咯，胖嘟嘟的身体。好，我有准备一个很厉害的材料，叫做毛根，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像蜘蛛的脚？
接着呢，准备一个小小短短的毛根，要做什么用呢？我毛在它中间的地方，大概腰部左右，要把它一缠起来，要缠紧哦。脚呢，现在已经在蜘蛛的后面了，所以要先把它固定住，要先用热熔枪。好，把它固定住，住住住。粘好之后呢，我们要用黑色的魔鬼毡裁成像这样，噔噔，短短的几条。那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是选这种毛毛的哦，因为到时候这个蜘蛛是要粘在我们刚刚做好的蜘蛛网上。你觉得这样有像蜘蛛吗？不像，脚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好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把它变成蜘蛛哦。因为毛根里面都可以这样折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折，有没有？端端端端，很像了吧？很可爱，我们不知不觉就快完成了。一二三，噔噔，我们的蜘蛛完成了。好，菲菲，你觉得蜘蛛的眼睛长在哪里？这里。这里啊，请帮我贴在你想贴的地方，小心哦。其实蛮可爱的。对耶，我这边也有准备啊，像是万圣节会出现，噔噔，很可爱吧？而且后面只要粘上魔鬼毡，等一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游戏喽！捣蛋万圣节，蜘蛛网大赛开始。比赛规则就是把刚刚做好的玩偶往蜘蛛网上丢，累计得分分数越高的就是最后的获胜者喽。那现在比赛开始喽，加油喽！哦，马上！哦，这么厉害！好，换我第二号参赛选手，一二三，哈，耶！那我换我，啊，九分中心点是不是？会！好，换菲菲，来选一个你最有信心的。一二三，就换柳丁参赛者，一二，哈，太厉害了！会，什么？好，换这边，一二三，啊，被你破坏了，我们的蜘蛛网被破坏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柳丁参赛者，一二三，呀。最后一只，加油，靠你了！哎呀，好了，比赛结束，优胜的就是柳丁哥哥，耶，我第一名成功。不过菲菲，你觉得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下次要不要再玩？要。那今天的又玩创意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羚羊哥哥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